在娱乐圈总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明星，而其中有一位年轻人，却以他的独特魅力和成名历程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他就是1997年8月5日出生在中国河南洛阳市的王一博，一位集演员、歌手、赛车手于一身的全能明星。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成名历程，见证他从白牡丹蜕变为顶尖流量王的精彩旅程，初露锋芒。UNIQ 组合的团飞王一博的成名之路始于2014年，当时他以 UNIQ 组合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。这个五人男子团体在中国和韩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关注，而王一博在队内不仅担任主领舞，还扛起了 rapper 的重任。他的出色表现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热追捧。 UNIQ 的歌曲和舞台表演成为了当时娱乐圈的一股清新力量。梦想之路，从青涩少年到顶尖流量王，在王一博的成长史中，有一段特别值得铭记的经历。虽然从小就喜欢跳舞，但在11、12岁时，他被诊断出患有心肌炎，医生建议他减少运动量。然而，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激情。他在医院充分休息后，依然疯狂地练习舞蹈，克服了困难。 王一博的舞蹈天赋使他在舞蹈比赛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全国16强，而后被公司挑选成为练习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一博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才华，他的综艺节目主持工作为他带来了更多曝光，为他的演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而他的音乐作品更是赢得了广大粉丝的喜爱。从歌手到演员，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王者。 王一博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成名历程，流量王的红极一时。王一博的成名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，他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中的出色表现让他的人气更上一层楼。他通过饰演角色为无限，将自己的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关注。在剧中的精彩演出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王。 王一博的成名历程充满了汗水、努力和坚持，他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，更是对所有追求梦想的人的鼓舞。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创造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娱乐传奇，向世人展示了青春与梦想的力量。共鸣之旅，与时俱进的娱乐风向标王一博的成名历程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奋斗，更代表了娱乐圈的发展变迁。 他的崛起与中国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，也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。从他的成长历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娱乐产业不断创新、崭新的综艺节目、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引人入胜的影视作品，都在不断推动着娱乐圈的进步。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努力和才华是实现梦想的关键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都要坚持前行。 他的成名历程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，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。无论是那个白牡丹，还是如今的流量王，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梦想成真的力量。无论未来如何变幻，王一博的成名历程都将成为鼓励和启示。